今天分享一个土豆洋葱超好吃的家常做法。这土豆透明了就可以了，就捞出。色拉油，来点蚝油，上点海鲜味儿，来点海鲜酱油增香提色，来点鸡粉，来点五香粉，增加点香气的味儿，洋葱炒香后放入土豆片儿，来点糖调调口，放入辣椒，来点老抽增色，分钟出锅，中盘，美味的洋葱土豆片做好了，颜色鲜艳，口感清脆，做法又非常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快点来试试吧。